用过趣头条的人们都知道，这款软件可以通过阅读来获得金币，这个金币可以换算成钱。但是趣头条的算法机制不如今日头条高级，里面的内容推荐的不是很到位。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带来一个今日头条版的趣头条。这款软件是由今日头条官方推出的，它的名字叫今日头条极速版，就是这款软件。现在我打开跟大家演示一下，软件下载安装以后可以获得1块钱的收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登录账户，只有登录上之后这1块钱才可以领取，钱会自动进入我们的余额账户，可以提现的。登录之后可以点击页面下方的这个任务标志，然后选择输入邀请码，就是这一串数字，输入上之后点击马上提交，还可以再次获得1块钱的红包。我们现在来输一下试试。好，现在已经输入完了，点一下马上提交。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邀请码，是不可以提交的，你们可以来试一下这一个邀请码。你们输入这个邀请码提交之后是可以获得1块钱的红包的。现在我们返回到任务列表，操作完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首页看系统推荐的视频或者文章，可以赚取金币，这个金币是可以换算成人民币来使用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余额，余额现在有2块钱，另外还有65个金币，金币也是可以提现成钱的。好，现在我们返回文章来看一下，来找一篇文章。哦，这一个，为什么小米的手机芯片只用了一款手机就销声匿迹了？为什么小米的手机芯片只用了一款手机就销声匿迹了？小米 5C 续航可用5小时，你值得拥有。我们平时就可以通过看这些文章或者视频来赚取金币，这个金币可以换算成人民币来使用。你也可以把软件和邀请码分享给你的好友，你的好友通过今日头条极速版赚到的钱，今日头条平台每天将以2倍的价格额外奖励给你。如果你想获取这款软件和邀请码，可以关注歪哥社团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本期暗语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获取。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